汽车学校四十九，废车场。迪迪和朋友们在一起，他们正在树林里跑。真有趣，皮皮说。他们从树林里开了出来。朋友们停下了，他们看到了废物堆。一堆是旧轮子，另一堆是车门，所有东西都生锈了。这里是废车场，可可说，是放旧零件的地方。好可怕啊，冰冰说。不可怕的，可可说。我们四处看一看吧。可可开走了，迪迪、皮皮和冰冰跟了过去。他们从大管子旁边开过，冰冰开过一个油坑。他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冰冰说：“这里可能会有怪物。”别傻啦，皮皮说。没有怪物的，迪迪说。嗡嗡，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个很大的声音。